之前呢，先来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可以叫我芬姐、芬妹或芬老师，就叫不要叫我芬案体就好了。咁我嘅外好系咩咧？外好系叫 AK Forty Seven 啊，讲嘢超级快嘅。所以如果等阵大家黑眼瞓嘅话，啊肯定俾我吓醒嘅。OK，所以诶、呃、想诶恳、呃、请大家等阵咧俾我一少少反应，咁我越讲住越 hot，就越多好料出嚟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！再次俾你哋自己一个最热烈嘅掌声。

OK，so、okay? 大学毕业了过后，我就呃顺理成章，非常幸运哈、哦，也进到这个银行行业，啊、呃，成为这个 banker。那么呢，成为 banker，当时十多年前哦，真的铁饭碗，还没提饭碗呢，真的。所以十多、二十年前，不好不好意思暴露我年龄哈、哦。那么。 很很多年以前，banker 做银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业。当时在这个呃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很多朋友都找不到工作，但是我非常荣幸可以找到一份工作。但是呢，当我做了一年的时间过后，我开始反省，开始醒过来，为什么？ 我问自己，到底我是不是要每一天过着这个机械化的生活？每天早上就塞车去到 office，那么每一天都是在做一样的动作。那么晚上呢，又怕塞车，就要等到七点过后才可以开车回家。回到家没时间，可能看一部戏就睡觉了。我的人生难道就这么白过了吗？所以当时我看了，看了一看我身边的同事。 很多人说，到底五年过后的自己会成为怎样的自己？很简单，看回跟我们同行的朋友，跟你在做一模一样的动作的朋友，他五年过后成为怎么样的人，你就知道你五年过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人，对不对？当时呢，我就看了那些做了五年、十年、班课的同事，结果我醒过来。 我不需要这些人生，为什么呢？每一天我看到经理哦，每一每一个分行只有一个经理，对不对？经理每一天在那个 office 里面呢，非常压力，压力到锁紧他的眉头，而且每一天呢都要面对那那些哈上头的压力，所以我觉得区区的那五千多块的收入，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，好像不是我要的生活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也啊寻寻觅觅哦，让我认识了传销。 请问有谁天生喜欢传销的吗？有吗？有冇人生落嚟就好中意传销嘅？哦，传销，嚟嚟嚟，搵我，我中意，有冇？应该冇哦，听到传销都走啦啱、啊、嘛？一大部分人都系咁样嘛。所以当时呢，当我接触到传销的时候，我很另类。我第一个感觉到，真的，以我没有背景，OK，以我没有很有财有势的父母亲，那么我只有靠自己，对不对？那么一个人只有一双手。 一张嘴巴，能力有限，那么要怎么样才可以在最短时间里面不靠财力、不靠能力，都可以倍增、倍增我们的能力，同时倍增我们的收入呢？结果认识了这个市场倍增学，才让我深深领悟到，原来传销可以让我们没有能力、没有资金、没有财力的人都能够在最短时间里面实现梦想。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遇到了人生第一家的公司，不方便说什么公司，很多人可能都有参加过的公司。那么呢，当我参与了那一家公司三个月过后，我很果断，三个月过后我马上呢辞职丢信，丢信了过后全职在传销。所以当时我的父母亲真的很失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家里呢四个兄弟姐妹，只有我一位是大学生，那么父母亲的期望会不会很高？ 会，但是这个时候我选择做传销，请问他们的感觉如何？酸酸的，但是也不会阻止我。为什么？他们给我自由。所以当时我更肯定的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要通过传销改变我的命运，证实给我的父母亲看，我没做错决定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全职做传销，做了那一家公司，做了好多年了过后，但是。 好景不常在啊！哦，那家公司呢？我觉得产品有点贵，所以以我当时二十出岁的能力哦，我身边的朋友可能都没这样大的能力。所以呢，当时也有赚到五位数收入，但是也因为种种的原因呢，结果我放弃。为什么？因为觉得潜水游不了巨龙，这不是我要的。那么呢，当我哈、哦、在寻寻觅觅。 就好像我在说哈啊，我老公每次说的，每次要放弃的时候，总是让我们遇到更好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又遇到更好的时候，请问怎么选择？结果还是继续这一条路。为什么全身流着纯血啊？因为搂着纯血走，不可能放黑呀。所以呢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真的又让我真的又在传销拼起来，也试过公司一夜之间倒闭，也有试过，但是还是继续要做。那么做了。 我觉得这一路以来哈，十多二十年里面最大的成就是什么？以前不敢站上台的，以前我在呃大学的时候、中学、小学的时候，从来不敢站上台。那么今天可以站上台，还 OK 嘛？所以个人成长，我得到非常大的这个收获。再来，人生第二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哈，在传销认识了我的另一半，也就是刚才那个啊主角哈，我们的 Jack Law，OK、okay。所以呢，当我一路走来。 那么就做到，我们这家公司收入都很可观，也有名车，也有我们自己的房房子哈、哦。在这个时候，为什么会遇到爱多美，会改变主意哈、哦？当时我已经觉得我不可能再换公司。我告诉你哦，每一个人都说这一家肯定是我最后一家公司，对吗？ 不好乱讲哦，OK？来到爱多美才可以讲哦。以前我们每次讲这句话，你每次都是这样讲的咯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当我遇到爱多美的时候，我真正我们两夫妻真正领悟到，哎，这个才是我们要的公司，怎么办？已经说了那家是最后一家，现在又遇到更好的怎么办？所以呢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两夫妻呢，真正了解，真正上网去了解了过后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的人都是很聪明，你告诉他的东西，他会一百八先相信吗？ 不会去哪里找资料？上网找资料。所以在爱多美不怕你会上网，最怕你不会上网。结果呢，我们一上网找了资料了过后哦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两夫妻睡不着。为什么？当我们听了老板的那个影片哈，爱多美公司未来展望的影片，我觉得哦，我们真的等了十多年，终于等到。 正确的 right company，终于找到我们要的公司了。那么最重要呢，在那一个当下哈、哦，我们还有手上几十千的收入，怎么抉择？我们两个没有想这么多。为什么？我们觉得如果这一次把爱多美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过，可能我人生几十年不会再出现第二家爱多美。 到时候我就遗憾终生，所以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呢，就去了台湾去向上线哈更深入的了解，了解完了过后回来呢，就发动我们的这一些呃在当时的这一些伙伴哈，就去了韩国考察。那么去到韩国考察，最令我们惊讶的是韩国这个成功学院哈，来的人真的是太多了。 OK，多到你会发觉哦，为什么你会好奇哦？很多传销公司哦，可能他的一年一度的会议三五千人哦，一年做一次。但是爱多美的一瑞研讨会，每一个星期都是几千人。那么每一个月的这一些成功学院哈、哦。 各区加起来可能可以上一万人了、啊，所以你看，当时我们会觉得为什么这家公司这么够力？所以一回来了过后，我们两个已经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们一定要睡下去做啊！这这一句话要讲广东话，分老黑走啊，OK？分三老黑走啊，OK？所以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两个真的睡下去做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人生只有一次，没有重来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。 非常努力的，就一直在发动。每一次哦，去到哪里都做 home party。我们的 home party 不是三五人哦，是多少人？我们的人多到哦，甚至被那一个住宅区的 g u a house 哦的 g u a 来赶我们。为什么？感觉我们是好像非法聚会，太多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我们分享的是什么？没得赚钱。当时爱多美还没来到马来西亚哦，二零一五年还没来到马来西亚。 但是呢，产品太好了，所以我们要分享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当时分享的是产品，那么在分享这个平台，但是有收入吗？没收入，记得哦，没收入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越做就越大，搞大会啊，搞大以后叫什么？就用着。到最后我本身几十千的那个铁饭碗的公司知道了，知道了过后就召见我们去到公司，请问翻译员翻译到吗？ 我看到马来伙伴好像不了解、哦，因为他他好像听不到，可、OK、以吗？OK，OK、OK、啊。OK, 那么呢，当当时呢，我们被召见回到公司的时候，解释的时候哈、哦，他给我们两条路：一，你选择你的 A 公司；二，你留下来现有的公司。你你们觉得我们选择什么？我们选择了放弃眼前的这个饭碗，几十千的收入，选择爱多美 Resign Pet p a l m Lo。所以呢，就在这个时候。 我们呢做了这个人生的决定是在呃二零一六年的一月份。请问爱多美几月才来到马来西亚？十一月，十一月十四号才正式来到马来西亚，还没拿收入，对不对？要十二月才可以拿收入。请问我们顶了多久？一年的时间没收入，你别问我怎么过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过。 以前留下来的钱，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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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他都冇晒了。那么不是只有我们没收入，我们旗下还有好多伙伴都零收入，差一点都撑不过来，有没有？每一个人告诉我们一句话，我们听了真的很心寒。如果再不来，我们不能顶下去了。请问你们有,有听过这句话吗？ 所以你看，当时每一个人都撑不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去韩国的时候，再问老板一下，确认多一次。老板，请问爱多美几时来到马来西亚？老板给我们三句话，啊，六个字，请你们等待、忍耐、守候，卵玩。 在偷啊，翻老黑的了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已经是很迫切，老板还告诉我要忍耐，怎么忍耐？但是呢，也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！公司也知道很多人已经在期待哈、哦，在尽快时间哈、哦、啊！爱多美尽快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，真的十一月来到了马来西亚。当天我还记得我们在一个 JB 的一个点心店里面，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们全部表泪，全部。 不用安慰听解？因为那个期待的那个感觉，就好像你已经遗失很久的那个亲人，突然间你见到这样的感觉，所以当时呢，我们真的是疯起来，因为终于等到你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在这样挣扎了又啊，继续打拼，OK，一年的时间，那么。 啊，uh, 在去年的十一月正式来到了过后，很多人也很好奇，为什么才开幕两个星期，你们这么多人上 Sharon Rose？请问我们是两个星期上 Sharon Rose 吗？不是，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筹备零收入，所以一开炮的时候，全部喊 b l a n 喱 a 加利金的文，你可以不上吗？肯定上。 所以，我们四个月上星光，很多人说不可能。你有问过吗？我一年前没收入，再加四个月，我是用一年半的时间才上星光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哈、哦，在爱多美这一段路上哈、哦，很多人问：为什么你们已经哈、哦、有好好的一个收入，选择放弃？为什么你已经在这个最舒适的 conference z o n e 为什么你还会放弃你现有的那个饭碗，然后呢选择爱多美？因为今天爱多美呢，可以说哈、哦，已经在韩国哈、哦，真的是你每跟十个人分享，就有一个韩国人是爱多美会员。甚至呢，这边还有讲到，你每每走过七个家庭，就有一个家庭有爱多美的产品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 在韩国，他已经掀起一一股热潮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来到马来西亚吗？在短短的七个月时间，我们有多少位会员啊？四百二十五千个会员，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今天在韩国呢，他花了八年的时间，成为。 十个人，一个人会成为爱多美会员，但是我相信，以马来西亚的速度，五年过后也会同样的事情重演。你们相信吗？因为现在哦，走在路上随便跟朋友分享一下，好像都有听过爱多美，对不对？只是我们纪委尾要做我们纪委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哦，爱多美在马来西亚已经正在发生到火红了。 对不对？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，等到五年过后，你的左边爱朵美会员，右边爱朵美爱朵美会员，到时候你就有两个字安 m 对，对不对？掌声就大声一点哦。所以我们说，趋势来了，有没有？什么叫趋势？正在发生，未来会大流行，就叫做趋势。你等到五年过后大流行，你才来开始，sorry。 你已经太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就需要去到外国了。那么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喜呃喜欢自己的国家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等到大流行才开始，好不好？那么来看一下，再不相信的话，看一下我们《Fortune》，《Fortune》是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杂志。那么马云在十多年前成立阿里巴巴，有人相信他成功吗？没有人相信，因为 He is nobody。那个时候他什么人都不是。 他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人，没有人相信。但是今天马云成功吗？成功。那么同样的那个右边的是谁？爱多美董事长，爱多美董事长也上了《Fortune》的封面人物。爱 <laughs> 多美董事长在二零零九年已经看到这个趋势，成立了爱多美，所以今天他也一样，我们这个马云哦，成为这个《Fortune》的封面人物。你还怀疑什么？ 好，我来问一下大家：当我们的这个汽车取代了马车过后，有谁还在骑马车？没有啊。当电梯已经取代了楼梯过后，请问刚才谁爬楼梯上来的？有吗？没有。那么，请问我们的 smartphone 已经取代了滴滴滴诺基亚手机，谁还在用诺基亚手机？没有。所以你看，每个人都因为时代改变需要做出改变，对不对？ 那么今天你如果看到了趋势还视而不见的话，那么以后任何爱多美的好消息都跟你无关，OK？所以呢，今天说到这边，我就讲一下中国哈、哦、现在的这一些网络的趋势哦。你们有最近有去中国吗？肚子饿了怎么办？按一下电话，饿了么外卖咯什么来的？App 来的，饿了么外卖咯 这个是一个 app 使的，二两一馄饨面，揿一下馄饨面到你屋企。顶、OK、你去诶、呃、行街嘅时候好多乞衣嘛，乞衣你冇散呢嘅时候，你我要 Q R code scan 一下啦。乞丐都有用先进的 Q R code 了，请问，请问谁还不懂得用？每个人都懂得用，所以有些人告诉我说：哦，online shopping 吗？很麻烦，我不会。请问你不会可以学嘛？ 以前你不会 FB，现在你会吗？会，所以呢，在韩国的欧巴桑很多都没读过书，很多都只是小学毕业。但是今天他们在 online 买东西比我们更厉害，就是因为当时还没大流行，现在每个人都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当时选择了还没大流行之前，相信了爱多美，所以今天成功于爱多美。所以今天大家相信爱多美了吗？相信哈、哦，给你们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哈、哦。 那么讲到这个哈，我就要讲一下。我们有听到老板说过哈，AI 时代来临。什么叫 AI 时代？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以后呢，很多东西都会人工被机械取代，对不对？那么，请问看一下，以前他剪歌还有人收钱，现在现在他剪歌哟。 自己过，没有人收钱。那么你要给把金古波以前有人在考的收钱，现在都没有，都用 machine 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要打的，谁都用？有吧还有 Grab 卡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甚至哈，现现在的人不会认路，以前的人很会认路，现在认不到路，为什么 r a y e 太厉害了。 GPS 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本来不是如此都变如此。所以你看，AI 时代已经来临。我我们的老板有讲过，六十八八线的工作都会流失掉，都会消失掉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们的下一代都找不到工作，有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，你现在的工作还是铁饭碗吗？ 你知道我们刚刚去台湾回来，我去到那个工厂，我很惊讶，为什么？平时马来西亚这边的工厂是自己人手包的，然后要搬那个货是自己用拖力推的。我告诉你哦，去到那个职场，我们的这个爱多美的卫生职场，还去了那个海苔夹心海苔工厂。我告诉你，全部不需要人力，robot 还有轨道自己走，然后工 t r f f i c jam，然后 go, 才有一个人来推开他一下，自己继续走。 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，很多人的工作都会被机械取代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大家有开始担心嘛？甚至有没有发觉，现在的这些门门市生意唔好做啱啊？啱唔啱啊？好简单嘅根本。如果我要买衫裤，我睇到呢件衫好靓哦，OK，我影张相，影张相之后，我就直头上网去搵。 s e a h 咗之後一模一樣出嚟喎，咁你頭先喺店鋪睇到嘅係二百蚊，但係 online 買淨係一百蚊，你揀邊一個？一百蚊啦，點解人哋唔使開鋪頭喎？所以人哋嘅價錢比你平，而且咁方便就可以 s e a h 到喎。所以今日好多生意已經面對一個一個好大嘅呢一個困境，就係、是、生意好難做啱唔啱？咁生意難做嘅時候，需唔需要自己做出改變，或者係坐而待幣？點樣講？坐以待幣。 啱不啱？哇！俾我一个掌声啦！我反你个好辛苦。<laughs> OK。所以呢，记得哈，爱多美呢，今天已经铁证如山，证实在爱多，在韩国呢已经发生了，已经创造了一百三十多名的这些亿万富翁了。那么今天大家还是继续很舒服的在你现在的环境的话，你就跟青蛙没有两样。 什么叫青蛙没有两样？你没有听过青蛙效应的故事吗？那么要煮青蛙哈、哦，什么方法是最好煮的？用冷水煮青蛙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你用热水煮青蛙的话，青蛙很会跳，对不对？一下去很烫了，它就跳出来，所以它就逃生了。但是今天如果你用冷水来煮青蛙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个青青蛙会让你慢慢煮，慢慢煮，慢慢煮到熟都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。为什么？ 啊，冷的时候哇，很爽哦，在游着泳很爽。那么加热一点的时候，加 Gucci 来了更舒服。继续游，继续游，游到一百度，r y 叮咚没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如果我们大家已经有危机意识，还保持不变，还视而不见的话，就跟青蛙没两样。所以希望大家今天真正来看清楚，到底为什么需要来看爱多美这么这么伟大的事业，好不好？ 好吗？那么来看一下，爱多美真的可以做吗？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？有吗？爱多美真的可以做吗？不懂嘞哈、哦。好，来我们谈一下，你们觉得在市场上哈、哦，什么哈、哦、卖什么东西是最好赚的？啊，第一个，我告诉你最好赚的是我们讲的这些武器，有没有武器？为什么武器是被垄断了，少少成本就可以卖很贵了？有没有？第二个，白粉。 毒品对不对？你们可以做吗？不关我们事。但是今天还有第三个选择，生活日常必需品是最好赚的。为什么？经济好，经济不好，有钱人、没钱人、跑路的人都要刷牙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走路需不需有刷牙？需要啊,啊。所以根本，呢、这个生活必需品系最好赚嘅，分高都可以赚钱嘅呢就系呢样啦。OK。所以今天爱多美卖的是什么？ 日常生活必需品嘛，那么再来第二个，还做美做的是网络事业，对不对？ update 嘛，go update 嘛，go update。如果今天爱开门做生意，不用再来选爱多美。今天爱多美跑的是 online shopping Mall，而且你在马来西亚，你的顾客可以做到去哪里呀、啊？可以做到去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台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柬埔寨、菲律宾，还有哪里？Mex Mexico、泰国，接下来越南、印尼，还有中国跟着来，啊！ 这个翻译应该翻译不到了哈，应该翻译翻翻译不起了哈。OK，所以呢，我、哦、记得今天我们做的是全球性的网络事业，所以它的这个潜能无限大。那么最重要，我告诉大家，爱多美是一个什么生意？来看清楚我的动作，爱多美是一个 bi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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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siness。为什么 big 要讲三次？因为重要的事情讲三次，对不对？ 不是，sorry，因为爱多美是可以传承三代的百年事业，所以它是 B B B business，OK，、okay? 可以吗？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嗯、其实哦，我昨天讲，我已经讲到沙声了，今天哦，仲要哦，咁兴奋哦，所以哦，有些有啲吃力噶，俾我少少掌声都应该咯，呵，OK。 哦，我觉得我讲广东话也是不错嘛，哈！哈哈,哈来看一下，在爱多美呢，我说不成功绝对是奇迹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爱多美除了卖的是生活必需品之外，最重要每个人都要用的东西，今天我让你用到更好的品质，但是不需要你多花钱，反而省了你的费用，请问可以做吗？ 可以啊，那么再来最重要，今天爱多美呢，我们没有叫你入会的时候给费用，对不对？没有入会费，请问你有任何的风险吗？ 没有，也没有逼你给我 credit card 每个月重销，也没有逼你要拿收入的时候保持，对不对？所以不需要囤货，囤到一大堆，到最后呢，没赚钱，货就一大堆，就拿来散货丢货，这个是不健康的。所以爱多美三无啊，无入会费，无重销，无保持额。所以呢，如果不成功的话，是谁的问题？自己的问题。 所以记得今天看懂爱多美的话，为什么在韩国哈一百三十多名的皇家俱乐部成员里面哈、哦，大多数都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为什么都可以成功？因为爱多美是一个公平的平台，只要你跟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些哈、哦、来做的话呢，绝对不会不成功哈、哦。那么来看一下，到底我们要怎么成功？与爱多美，大家想知道吗？没有人要知道，想唔想知道点样可以成功啊？ 成功于爱爱多美啊让唔爱多美怎么讲，爱多美啊,对对爱多美爱多美啊，OK，爱多美点点会成功啊？爱上爱多美先。刚才老板说的，今天如果你不打算不打算经营爱多美，但是你都会继续用爱多美产品的话，那么你就有资格成为爱多美的经营者。 相反的，如果今天你觉得爱多美很好做，但是你不要用产品的话，sorry，你绝对不会成功。为什么？爱多美这是一个良心的事业，真爱灵魂的事业。你用到自己没有爱多美，你会活不下去的话，请问你身边的人会看到你的热爱吗？ 什么叫做活不下去？我有试过有一天来来怡宝，你记不记？来怡怡宝的时候去单波 CD 好吗？去单波 CD 啊。那么去单波 CD 的时候呢，我忘记带洗脸霜。那么忘记带洗脸霜的那一晚哦，好痛苦，痛苦到什么程度？我的侄儿呢，拿别的品牌给我，啊、二姨你用一下我这个洗脸霜喽。我情愿不洗脸，我用牙膏洗脸。所以呢？ 我第二天就叫我的伙伴哈啊,啊志强啊，叫他帮我带一支洗脸霜过来，能不能带了过来？哇，我马上整个人舒服到完，所以是不是没有爱多美活不下去？是，所以今天当你已经爱上爱多美，而且疯狂的爱上爱多美的话，你会成功吗？会，绝对会。所以如何让自己？ 爱上爱多美，而且是更疯狂的爱上爱多美的话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有一些人很奇怪，拿到任何的东西都怀疑一下，真的讲好吗 i n g r e d i e n t 真的讲好吗？什么都要研究，而且什么都要过滤，对自己也没有信心。这样的人，请问可以成功吗？我告诉你，老板说，在爱多美最不能成功的，就是拿到产品一直读一半的人，最不可能成功。 所以今天记得，然到太多美呢，只要你用了产品过后，你爱上它，去跟朋友分享，简单啊，简单。所以记得太多美呢，就只需要做很简单的动作，两件事记得写下来：第一，使用产品，爱上产品过后去朋跟朋友分享。那么如果你做得到上面第一个地点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成为销售大师不难。刚才我们说销售大师需要左边多少分？ 两百五十万 PV，右边两百五十万 PV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你很会用，你很会分享产品的话，要成为销售大师绝对没有问题。但是，但是记得，来到传销，我们要做的是非凡自由，对不对？谁喜欢做 Superman 内裤穿在外面？ 我想的话，记得要做什么？要做复制的动作。什么叫复制的动作？今天只有复制另外一个你出来，两个你、四个你、八个你、十六个你、三十二个你、六十四个你，OK，全部复制到跟你一模一样的时候，你就达到市场倍增学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怎么可以做得到？来看一下。哎呦，我每次跟我的顾客讲产品，他很会买，不过、哦、叫他做他不要做，有吗？ 讲到口水都干啦，佢都唔爱做嘅，唔爱介绍俾我嘅，有冇咁嘅人？有大把咯，是但哪一扎都有咯啱冇？那么今天到底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在你每天去找他的时候，OK？你讲的话都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讲的英雄常见变狗熊。 虽然你很厉害，但是每天借还是变狗熊的，你懂吗？所以你要借谁的力，就借这些成功人士的力啊！请问你们今天来到这边，听到了刚才我们左左老师、还有芬老师、还有我的分享过，你觉得有没有一点 charge 到点？没有的话，sorry，对不起，OK。所以今天，如果你借我们的这些有经验的领袖，在一瑞研讨会帮你讲给你的伙伴听的话，是不是借到力了？ 对不对？所以记得，如果今天你想要把你的这些消费者哦变为经营者，很简单，把他带进系统。怎么带进系统？把他带过来我们的会议。那么刚才说了，第一个会议中心会议，大家去过吗？马来西亚有一百六十多家中心，对不对？ 每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都会有一次的中心会议，大家去了更可以了解什么？更了解爱多美产品，更了解爱多美的 marketing plan，也了解怎么加入会员之类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你要影响人成为爱多美的经营者哦。 寄取他的欲望的话，要带去哪里？带来大场一点的 one day seminar，好像今天这样。为什么 one day seminar 一定会有 root to success 成功人的分享，对不对？分享了过后，我告诉你，在五十分钟里面，总有一句话可以点醒他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如果那个点不醒的，算了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的问题了哦。OK，所以，啊、所以呢，啊，掌声就大大声了、哦、，OK。 那么来看一下最重要的，今天带我们的朋友来了，问题 n a r 要成功一定要去哪里？哪里？成功。 学员，为什么我最爱成功学院？为什么呢？除了可以全部伙伴啊、螃蟹兄弟先聚齐一堂之外，最开心就是大家来到了这个热炉了过后，没有梦想的人都会让他记起他的梦想，找回他的梦想。请问社会残酷吗？请问老板会骂人吗？请问你会骂员工吗？请问你孩子会弄你生气吗？会，都是消极的，对不对？那么。 一个月以来，三十天、二十八天都消极了，请花两天来成功学学烟哈、哦，给自己正能量，好不好？好。 最重要，成功学院可以让我们呢，真正的写下人生规划书，可以给自己一个人生规划。好多人因为社会的残酷，已经哈、哦、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全部破灭了。那么，只有通过再次的激起你的欲望，你才有那个推动力。所以我们在整个成功学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叫做 life scenario，对不对？人生规划的那一环节，你就可以写下你人生规划书，给自己一个最好的礼物。那么很多成功人士呢？ 就是去了成功学院过后就大成功。那么有这些经啊、呃、好有经验的成功人士说到什么，在爱多美你要成为 Royal Master 皇家皇家大师，一个月收入两百千的话哈，你要去多少次的成功学院？猜一下，猜一下，去了多少次一定会成功？来，两百。 一个月一次哦，两百次要二十年呢，我不能。我哈哈哈，多少次？三十六次。去了三十六次过后，你不成功是奇迹，但是成功到底是不是一百八就会成功？ 一百个里面有一个不会成功，为什么？他每次来成功学院，就是因为哦，分老师讲要来三十六次吗？我来了十次了，再来十一次。来到的时候摇脚，电话由头看到尾，FB 由头看到尾哦。那么我们每次检查下线哦，有没有在 FB？就是我们自己去看一下 FB，他有没有按东西？有的话就知道他在偷懒，在看电话有没有。那么今天如果你带朋友来的时候，你自己一直在看看电话，请问你隔壁那个会怎样？ 跟着你按电话，跟被那个简直看到尾，由头看到尾没有抬过头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到底你来是为了什么？你来是为了交代的话，请你别来。为什么？你来的话，你拿了我一张票，你让另外一个有潜质的人失去了一张票，所以我情愿不给你，对不对？ 所以今天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来的话，你用心的来学习三十六次的话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。要不要听故事一下？好，这个故事呢，就是一个物理学家的故事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，大家大家都认识对吧？那么爱因斯坦。 有一次，他的相对论被推出的时候，就被邀约到很多大学去分享他的报告。那么他去分享报告的时候，反应非常热烈，所以反应热烈就一直被邀请嘛。被邀请了三十多场的这个报告会了过后，他开始有一天累了，在车上前往另外一家大学的时候，他跟他的司机说：“司机，我很累，我非常累。” 那么呢，司机转头看倒后镜，哇，爱因斯坦的脸已经苍白了。他就告诉他说：“哎呦，博士，你不要去，你去也没有力分享。”然后结果你知道爱因斯坦说什么吗？爱因斯坦说：“我就算讲不到，我要去，我也要去讲。对不起，讲一声 sorry，表示敬意。”那么呢，这个司机知道博士的性格不可能阻阻啊，可以阻止到他，他就说：“好，我载你去，不过。” 请答应我一个要求，让我为你代劳，我帮你讲课。爱因斯坦怎样？爱因斯坦傻去啊！你帮我讲课，你是司机，我是博士嘞，你跟着我博士的东西，好像没有什么可能哦。然后结果司机怎么回答？司机说：“博士啊，博士，我是你身边最亲的人，我听你的相对论分享分享了三十多次，你信我一次可以吗？”然后结果去到了大学，去了大学了过后。 博士就把他的外袍给了司机穿，那么司机上了台上，就由头到尾发表到要轮嘴讲晒相对论讲完了过后，掌声如雷，怎样？掌声如雷，来一下，掌声如雷。结果掌声如雷，是不是很兴奋？司机突然间有一个另外一个博士举手，博士啊博士，我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发生？啊？ 司机惨了咯，他是司机我他不会回答怎么办？结果他就回答说：“哦，你这个问题太简单了，我的司机都会回答。<laughs> ”结果司机回答了。所以什么故事来的？这个故事就是说，今天外行人，请问你没有经验，但是用心的学习了三十六次，你可以复制到像台上那一个有经验的人吗？ 绝对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如果大家真的用心去学习的话，可能下一个爱因斯坦的司机就是你。掌声哈！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来开会，我们来会议，第一次来是让自己大开眼界一下，了解一下。 接触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么三次了过，过开始可以吸收到，嗯，五十八千、六十八千，有没有？那么来了十次了过，过哎，开始敢去跟人家分享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再来到二十次、三十次，我告诉你，你上台的时候可能打死都不下台了。所以呢，今天记得、哦、来学习，不是为了自己了解而已，是为了你接下来有伙伴问起你爱多美产品，问起你爱多美事业的时候，你可以表达出来。 这个才是重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记得我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一环就讲求用心，而不是上天叫你来你就来喽，有没有？那么来看一下，我们的格局决定结局，大家相信吗？今天如果你只要求自己人生有一个五位数收入的话，请问，奥多斯马斯特可以达到五位数收入吗？ 可以，你只是做 sales 就可以让你达到你的呃五位数收入，十多千、十处千。但是今天，如果你的梦想、你的格局只在十千，请问你有可能赚五十千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今天格局到底你格局有多大，就看你自己了。那么今天，请问哦，把自己的格格局放高要给钱吗？不需要。 放把自己的这个格局放高，目标放高了过后，要找谁分享？找你的上限。为什么？我们每一次呢？怎么去看重点人物？如果今天我跟这个伙伴跟他谈了一整天的后他跟我讲：“哦，我一个月赚三千就够了。”请问我会给他很多时间吗？我给他一点时间。那么另外一个，我要最短时间里面拿到三十千收入，请问我会给谁时间比较多？ 三十千呢，因为三十千的人，他的动作就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他的思想思维就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如果你只在三千的话，请问，如果遇到顾客很麻烦，又要退货了，人家又叫你去送货了，你会去吗？你觉得没有利，因为三千块要做这样多事情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今天三十千收入，顾客跟你讲哦，哦，我怎么吃了那味道明显降酸的，你可以解答一下吗？ 哦，这个没有问题的，我哈、哦、小孩子都可以吃的。你很热情的去回答，为什么？因为值得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如果你每天在想着一起床就有五千块收入，请问有问题可以回答一下吗？可以。所以呢，记得来到爱多美呢，把自己的格局放高一点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什么问题都不成问题，对不对？OK，再来看一下。 那么呢，最重要的，在建立我们的组织的关键哈，就是我们的组织里面有多少人进入系统？怎么讲呢？就是每一次你来的时候，你有带多少人来出席会议？如果永远都是你一个人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加把劲了。为什么？你还在 Superman？OK？、Okay? 你想要把内裤穿在里面，请改一改。OK？把人带过来好不好？要带多少人？等一下，我给大家一个目标，大家写下来可以吗？ 可以哇！再次俾大家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啊！我觉得我讲广东话好似演唱会啊！好 OK，来来看一下，在韩国有一百三十多名的皇家俱乐部成员，每一个的收入都是两亿韩元以上。那么这一百三十名的这个成功人士里面呢，他们做了一个统计。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天才？是不是很厉害的人？来看一下哈、哦，平均呢，他们这个年龄呢，大概都在六十岁。 那么呢，最近好一点，五十五岁以上，请问在座有谁是超过六十岁的举手？应该几个不了，对不对？我看到大家都很年轻吗？哟，大家不敢偷笑哦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看，都是老人家。所以我第一次去到爱多美，我觉得好像老人院。<laughs> OK，然后再来第二个，他们的学历都平均在中学毕业。那么最近好一点，在高中毕业。OK，请问谁有读到 S B M 的举手？ S, S B M J 没有咩，全部不搭车咩，不可能嘅，冇可能嘅，OK？嗱、啊，你看，全部都是没有什么读到高等的教育哈、哦。那么再来，有没有能力，请看一下，五十八仙的这一些领袖都不曾拿麦克风，拿到麦在台上会抖的，OK？没有能力的，有没有钱，有没有才艺来看一下？老板说，全部都是丐帮、丐帮，连买黑毛巾的钱都没有哎、欸。 所以你看，大部分都是没有财力的。那么他们是天才吗？不是，他们也不是有条件的人。为什么可以成功于爱多美？很简单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：他们都谦卑学习，从来不缺席。不缺席的意思就是说，刚才我说要成为罗马斯要去多少次的成功学院？三十六次。你去到第三十五次，你 miss 一次，重新再算。 <laughs> 哇 <laughs>，OK，所以呢，记得哦，他们是任何一场都不能缺席。所以呢，他们的谦卑学习，让他们每一个没有条件、没有能力的人，都能够在爱多美这公平的平台大成功哈、哦。那么来看一下哈、哦，成功就取决于你的组织里面有多少人跟你一样，每天在分享爱多美这样好的产品，分享爱多美这样好的平台。请问你问一下自己，你的组织有这样的人吗？ 跟你一样很喜欢讲爱多美的有吗？见人就讲爱多美的有吗？上油播就讲爱多美，去洗头发就讲爱多美，然后去给亲戚讲爱多美有吗？哦，有吧，OK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有人跟你一样吗？有多少个，请去算一下。那么再来，有多少人出席会议？请问今天有带朋友来的举手一下。老公也算啊，来，有带朋友来的举手一下，给自己一个鼓励好不好？看，来。 哦，oh, 不错了哈，OK。那么呢，最重要来看一下，如果我们要成为 Auto Sales Master，拿到你五位数收入十多千的话，记得一论研讨会目标要带多少人？五十人。那么我没有叫你马上下一场就五十人呐、啊，今天没有人，下一场带三个人，再多一场带六个人可以吗？ OK，慢慢复制下去，到有五十人的话呢，你不成为 All d o c t o Master 都很难。那么记得，除了怡宝，我们全马各地有吗？有。所以呢，还要邀约你各地不同的朋友去各地的这些 One Day Seminar 也算在里面，好不好？很好，再来第二个成功学院，至少要有十个人。请问爱多美哦，接下来的成功学院在哪里呀、啊？嗯、马六甲巴悠雷公呢？你没有去过巴悠雷公吗？ 小孩的天堂，一家人聚点最好的地方嘞。那么这一次为什么选到这个地方，真的非常好哈、哦。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些伙伴聚在一起的话，真的很有 team team building 的感觉。以前去到 Vivat 就是去上课就睡觉，上课就睡觉没有感觉。但是去到 Bali 呢，跟我告诉你，会有一家人啊、哦、团聚的感觉。那么呢，after 那个我们的两天一夜的课程完了过后，还可以去玩水一下，带球去一起玩好吗？ 我不会游泳啦，给我玩球可以了啊，OK。所以呢，记得今天哈，我们的成功学院要带多少人呢、啊？十个人就可以成为 Our Sales Master。那么，如果你的目标不在十千呢、啊，不要哈，来高一点。我们要带 m o n Master，好不好？就是左边两个销售大师，右边两个销售大师，你就是领导人哦。那么，一日研讨会要有多少人？最少五十以上哦。那么，成功学院最少三十人。 OK，那么 Diamond Master 的收入，小 Diamond 可以十五千，大 Diamond 可以二十五千，看你的组织而定。带的人越多，肯定收入就越高。为什么？复制你的人更多，业绩就肯定越大，收入就相对的更多。OK，可以吗？然后再来，还要高一点吗？一波的朋友，总有攒多的哦 o k 你睇下我们的 Auto s h a r n g Rose Master 三十千可以吗？三十千 OK 冇？OK，你睇下一一。Yep, 一日研讨会 ODS 一百个人以上，OK？成功学院，哦，哦，有、哦、一百个人的冇、哦？所以呢，现在我们的组织每一次都有超过百人嘛，所以这个 order c e n 是肯定做得到，是时间的问题而已，对吗？只要每一个人方向正确的话，迟早一天做得到吗 说得到，因为今天你一个人，但是下个月你三个人，再多一个月你六个人有倍增吗？有，OK，只要你复制下去，每个人跟你一样倍增的话，很快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来看一下哈，我的时间还剩多少？哦，只有通过复制，记得。 只有通过复制你每天在做的动作，OK，你才能够达到倍增的力量。那么怎么复制呢？刚才我说了哦，就是教你的伙伴怎么使用产品。有没有人这样的？你的伙伴问你：“诶，那个产品好像很好用哦，我怎么用？”哦，你自己上网去看那、啊、很多资料的吗？你要华语去台湾啦、啊，你要英文马来西亚啦、啊，你要韩文你们去韩国咯，对吗？请问可以吗？ 不可以。那么今天人是什么？人是感性的动物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你亲身跟他讲，你用到怎么好用，我告诉你，不用看价钱，他马上买；不用看 ingredient，他马上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记得今天如果你亲自去跟他分享的话，效果绝对不一样。所以当你去分享了那个产品多么多么好用的过后，顺便给他一些资料，OK，把那些线上的资料给他。那么呢，也教他去跟他的朋友分享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 OK，再来复制带朋友来我们的会议，请问有谁今天约了二十个人？全部放飞机，要么哎，没有喔、哦，你们很厉害，这我不要教你们了。有没有放飞机？有，要不要学一下？好料，怎么约人来开会？ 请问哈，约人来开会要怎么约？有一些朋友呢，哦，约朋友的时候就告诉说，哦，我们和今天在呃 The View Hot e l 哦，有艺人研讨,讨会，来来来来开会一下。请问谁会来？ 没有半个人会来，还会跟你讲哦，我今天哦要去带孩子哦，我今天哦有戏看，我、哦、我、哦、很多理由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相反的，如果当你哦在一个礼拜前，甚至两个星期前，你就已经在推崇、在 t up 的时候，你已经告诉了他，我告诉你哦，这一场伊瑞研讨会真的不一样，每一场你都讲不一样就对了哦。真的不一样。为什么这次邀请到这个、哦、star master 女性来的呢？结果都给再多，每四个月和、哦、马来西亚开幕过四个月的时间，荣升这个 star master 呢？ 才很年轻哦，不要暴露我年龄了哈。OK，很年轻而已，结果都可以在这边达到这样好的成就，而且听说哦，他分享很不错的嘞。我也曾经哈、哦、有听过他的分享，结果哇点醒我，我觉得哈、哦、真的去了够值得。我们每天都看戏吗？连续剧可以翻看再翻看再翻看，但是他来是不能翻看的，对不对？<laughs> 请问他会来吗？他听到你这样够力哇！ 气情上面上脸有没有？好了，来一下啦，有没有？听到不好你们回咯。我告诉你，进到来的肯定不会出去，为什么？太兴奋了，听到太爽了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。 OK，所以我的时间没有了，快快 OK。那么呢，最重要的今天，再多美要成功哈，每个人要成功的理由都不一样，我们一定要找出自己的推动力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再多美呢，我们哈，为什么可以零收入坚持一年的时间？因为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命运的话，真的我们需要一个很适合的平台。而且呢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达到大成功，我要付出的是比别人多几十倍的努力。 那么到底我们的推动力在哪里？我们的推动力呢，就是我们的家人。我们每次都说自己还有几十年可以享享受晚年，啊、呃，享受我们的接下来的下半生。但是我们的父母亲算一下，他们还有多少年？我们每次说“子欲养而亲不在”嘛，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，有没有？如果今天你…… 随时放慢脚步的话，请问，如果你的双亲两脚一伸，你不能让他们享福，你会遗憾终生吗？会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为的不是自己，我们为的是我们的家人，还有不能再等的父母亲，甚至我们的下一代。我也很了解，如果今天我要让我的下一代好好的、真的享受几十年他的整世人的话，我今天多么努力、多么辛苦都值得。 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一句话？我没有福气成为有钱人的后代，但是我绝对有能力成为有钱人的祖宗。<laughs> 我们每天都在感叹自己为什么不是咬着金锁匙出世，今天有得改变吗？没得改变。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下一代，他就有如咬着金锁匙出世。 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在从事这个行业哈、哦，两年的时间遇到的问题真的无数多，但是值得吗？我告诉大家，非常值得，因为今天我为的不是我自己，我为的是我的下一代，甚至我下三代的命运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做的所有都值回票价。所以来看一下，我们说。 年轻的时候，左边是年轻的时候，还没结婚的时候哦。年轻的时候啊，要成功是为了什么？好脸哦，不可以睡给别人看哦，有没有？对吧？OK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成家立室有了孩子了过后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好的未来。所以呢，今天找出我们的推动力。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只要你想着下三代的命运就在你手中，请问小小芝麻粒的问题是问题吗？ 不再是问题。 所以只要我们有推动力，我们有很非常重要的这个一定要成功的理由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哈、哦。所以呢，要破茧成蝶，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。尤其在爱多美，爱多美不是 fast money scheme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随便找几个人就赚你几十钱 Sorry，这个不是爱多美，爱多美是要一大群的爱用者从产品里面收回，爱用产品的过后建立你,你的组织，建立你建立你的组织你。 你的 PV 才建立你的收入，对不对？而且是源源不断，睡觉都可以产生的收入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可以付出努力嘛，值得付出努力。OK，所以呢，来看一下，我觉得哈、哦，在多美最好的文化就是齐心合力的文化，在多美不分旁线，不分兄弟线，大家都是 Pangil 的团队，对不对？ 所以呢，希望在怡宝哈，大家所有的中心长呢，能够齐心合力，把怡宝市场打下来，好不好？好,好，给你们个热烈的掌声好！好。那么呢，再多美哈、哦，我觉得，如果我们肯付出的话，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皇家大师。为什么？只要方向正确，我们就在皇家大师的路上。那么，我今天要以一个。 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哈、哦，要不要听故事啊？最后了，两个和尚的故事。有一条河流，这条河流的左边、右边有两座山，有两个和尚住在上面。那么呢，两个和尚呢，每一天呢都会下山去提水。那么呢，提水了过后呢，又上山，每一天都做一样的动作，所以两个就提水提到成为 brother。 那么呢，有一天，这个 A 和尚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 B 和尚今天没有下来提水的？是不是睡不睡不醒哦？然后结果他就不以为然。第二天他还是没下来提水，结果呢，他就很担心，他担心那个和尚不小心在庙里面晕倒。结果他就爬上 B 和尚的山上去看一下。结果他进到 B 和尚的庙里面一看的时候，啊，B 和尚在做什么？打太极。 结果他就觉得，哦，怎么 B 和尚这样悠游自在？问他，怎么你今天没有去提水？昨天也没有去提水？你不用喝水的咩？」结果那个 B 和尚告诉他，哦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之前哦每天提水了，后我每天晚上都做一个动作，来，我带你来，带你去看一下，这边一个一个一一口井，那么这口井就是我每天提水上到来喘到半死，休息一下，继续再挖井。 一直挖，每天挖一个小时，累的时候挖半个小时，就一直挖，一直挖，一直挖。今天终于这个井水喷出来了，所以我不再需要下去挖提水了。那么什么意思？请问在座的各位有打工吗？有做生意吗？有家人要做家务吗？要带孩子吗？有一大堆的琐碎事情做吗？有。但是今天为什么要去做爱多美？哪怕你没时间做一个小时，每一天。 今天你做的每个动作，就等于在挖水井，让你下三代都有源源不断的井水。请问值得付出吗？值得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哈、哦，在爱多美呢，以这个呢，真的坚持到底，相信公司，相信爱多美，相信自己自己的理念的话，肯定会在高峰见，好不好？好。好